这油门大侠真好揍，你要是再不会揍，找着你媳妇电棍夸你。买回来的大侠先从脊梁根上给这虾线给他抽了，再给这爪子和胡子都给他剪了，汽油烧锅又热了虾地里头，哎呀，白白半天造型，一下给他地乱去，拿手给他白白捞着锅转着，你慢慢请剪，这半个剪了翻个剪那半个，跟没翻过来的弄爪子给他翻翻，慢慢请剪，啥时候两面煎黄，滴葱姜，再滴半勺番茄酱，大噜噜不让他咕噜七八十来斤，往里滴自来水，盐白糖调味，尝尝甜咸，不学我，少说你爪子可不怨我。盖上盖焖他十分八分钟，时候到了，把这葱姜给他挑出来，大噜噜手指出锅，没这不是都妥啊？你都说这美不美？美了你还议争啥？赶紧照住屏幕对的。